厉害不厉害啊！厉害！我看的手心都冒汗了。我们是在掌声感谢一下我们秋田干灯祭这一次特别来演出的各位朋友们。真的是太厉害，太精彩了！不愧是日本东北的三大祭典之一。我个人在几年前曾经到秋田去参加过他们的干灯祭，说真的，今天在现场跟在我自己在日本看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在日本的时候虽然数量很多，但是并没有像今天他们撑得这么高这么高。我在日本没看到，在台湾在台南竟然是看到了，可见他们是非常非常用心。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们黄伟哲市长以及秋田市的市长，他们在今年十月份的时候签订了合作友好的一个交流，所以秋田市的市长惠基智市长特别把原汁原味的干灯祭带到我们台南国际民俗艺术节，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掌声谢谢秋田市市长的帮忙？